它这个姜呢，一般来讲哈，它是呈一面长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刨一面的味道。是的，明白了。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刨的有点像啊。所以叫小黄姜。那咱们为什么不弄那老姜呢？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啊？那个嫩姜的话，辣度没那么大。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？能吃吗？这个挺辣的哦，你试一下。哇。而且它又苦又辣的，不行，这还是当调味料使吧。这小黄姜辛辣味较浓，纤维较细，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晒过喝参汤的说法，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。但是这个姜味道辛辣，它怎么可能比肉还好吃呢？接着调查。